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好。哎，新笑林，新笑料。六。昨天笑的还挺好。哎呀，怎么了？这是嘴辣家了呀？啥辣家了？这两天就是天天主持咱新笑林呢，我这嘴有点不乐意了。告诉我他渴了，又渴又饿的，那什么你弄点水给他整点，犒劳犒劳。没有。那你有没有吃的啥的呀？没有，你找我干嘛？你不有朋友吗？不是你这，我哥现在不缺朋友，我现在就缺面包、牛奶什么的。那你正好啊，找小飞和小虎啊。刚才我看见了，他俩在后台又捕到鱼，又捕到饮料啥的，哟。
回来啦，回来了，咋样啊？啥咋样啊？等我去那儿的时候，鱼啊就是鱼翅了，可乐啊就剩个底儿了。你不错了，知足吧。嗯。哎呦，我跟你说，你至少啊还看见鱼刺啊，还有半瓶可乐啊。现在还有现往那儿赶的，到那肯定啥都没有了。还有比我惨的呢，谁呀？你朋友嘛，你长得挺黑的，然后个儿也不太高。哦，谁呢？这哪够胆呢？你看，哎呦我天，宋小宝嘛，嗯，我兄弟。那什么，那弟弟，嗯，接下来咱给大家伙上点什么菜呢？接下来呀，嗯，有酱焖、红烧、清蒸加乱炖。我的天哪，这都啥味儿了？我得去看看。哎呀，恋恋，你妈喊你回家吃饭。我妈咋还来了呢？在哪儿呢？嗯，我妈在哪儿呢？哎，逗你呢。这人你怎么？我刚出去看个菜，你怎么学个调理人呢？这不是都跟胖丫学的吗？啊、叫杨斌回家吃饭，是吗？哥，嗯，你下快点啊！来了，老公，来了。媳妇，你太好了。老公，嗯，吃菜嘛和吃饭都应该细嚼慢咽，慢慢吃啊。那是为啥呢？我都饿屁了。慢点吃，可以品尝一下我的手艺。第二呢，还有助于消化，对吧？那我你慢点吃啊，老公。明白了。嗯，好好，慢点吃。那第三呢？
就是帮我找一找掉在菜里那只针啊。媳妇儿，针找着了。老公啊，菜里捞针你是高手啊。瑶瑶，我吃完了，你去把碗刷了啊。行。去呀、啊，老公，我脑袋疼，你别让我去了啊。不刷碗去，脑袋咋不疼呢？一刷完脑袋就疼。说啥？不是，我说你刷不刷都行。老公、你说你让我刷碗，我脑袋就疼。再说了，你让我干活，完然后我心情不好。你说我心情一不好了，是不是降低咱俩的感情？其实吧，我要是干活吧，心情也不好。那最起码你比我坚强啊！媳妇，你这话说的太客气了。其实吧，你的心理承受能力比我大，体格吧也比我大，心脏呢也比我大。嗯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脸比我大。我让大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这回我算服了，我是服透透的了。胖丫那脸呢，属实比我这大，都快把我肚皮了，都快。哎呀，看出差距了吧？哎，那家你要加油喽！我坚信，不想当厨子的裁缝绝对不是好司机。哇，志向好远大哦！那俗话说得好嘛，是金子早晚会发光，是镜子总会反光。哇，脸脸你好有才华哦！哎呀，这我俩是一个班的，我是学习委员，我是班长。今天呢，笑一笑，希望您没烦恼啊。是的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接着笑，拜拜。